fucking well. Bye.先生，你干嘛？对不起，我找不到路了。不好意思。你先赶快坐下吧。对不起，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。你挡到我了。喂，阿阳哦。啊，最近就好呀、啊。我在看电影。不是这个问题，是你跟他讲电话就出去讲，要不然就把他挂掉。先生，你闹够了没啊？小姐，好像是你的。我忘了转静音了。你看电影不能专心一点吗？公司的事情我有什么办法啊？又是公司，你看电影用手机就是会影响到别人啦。那请问你现在拿着手机在干嘛？你知道最近那个女星有个八卦吗？什么八卦？她有去整形啊。你说，严看吗？哦，难怪，怎么你看？我想知道那个女生。嘘。所以你们刚说什么？刚电话讲到一半，是谁来了？你在干嘛？不是，你不觉得那个老婆讲话的时候语调很阴森吗？因为老婆就是鬼啊，早就被小三杀死了。我朋友看过了。干嘛讲话？你想看？为什么你想知道？是小三中的火吗？刚刚门铃的是谁啦？小三啦，闭眼啦。为什么突然关了？谁？老婆关的啦。老婆不是死掉了？那柜子里面是谁？我怎么会知道啦？我都没有在看，我都回答你问题就好了啦。先生，哎，老婆帽子拿下来吗？我花250块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一顶2500，你看第十场电影，你再来跟我说嘴好不好？2500，难怪哈，那我们好看。我买臭豆腐啊！哎，这个东西不要掉电影圈啊！好了，我知道，我下次不要。哎，不对，还有别的味道。你是说这个吗？你刚躲哪去了？我到处怎么找不到你？就说今天说会给你惊喜啊，吓到了吧？Wow, you can really dance. We're going to go to the concert and then eat. Don't eat too much, otherwise you'll be fat.